今天做个低碳水的生巧，特别特别特别的简单。淡奶油加赤藓糖醇，先小火加热一下，大概到70-80度。关火之后加点香草精，没有不加也可以。今天用可可叶块加可可脂代替黑巧克力，如果有黑巧的话，直接用85%以上的黑巧75克。黑巧、黄油、淡奶油的比例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整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黑巧和淡奶油1:1，加热搅拌均匀之后冷藏变硬即可。这些材料用的是10厘米见方的模具，先在油纸筛上一层可可粉，把冷藏变硬后的生巧倒扣在上面，揭去底部的油纸，再筛上一层可可粉，把刀加热一下来切生巧，一边三刀平均分成16块，然后就可以开吃了。关注好好吃瘦，分享低碳无糖无麸质饮食食谱。